灰缸真的不容易飞灰吗？再试试。买回了9.8一个，咱打开看看。咱直接开车。这烟灰缸颜值确实很高啊，上面是一个小城堡的造型。材质是玻璃的，而且很厚实啊。咱模拟一下弹烟灰。可以啊，都滑落到底部了。咱再看一下它密封性怎么样。可以啊，它一点烟都没渗出来。看一下里边的烟，哎，确实不错。咱用吹风机吹一下，看它到底防不防飞灰。确实防飞灰啊，咱来看看它好不好清洗。很好清洗啊，一冲就干净了，确实不错。这烟灰缸给大家测完了，既好看又实用，才9.8一个，可以推荐。